来，大家好，我是林北商店的林北阳，现在我们来到怡宝二奶巷这边。之前有一场直播开这个商家的商品爆单了，我们现在去找那老板，我开一场直播先。来，走，我们进去。来，大家好，进来的先打一个招呼，卸出去，卸这场直播出去。我们之前爆单的商品现在来到他商店这边了，先跟老板打个招呼。老板你好，我是林北啊。林北啊，哇，来，助理帮我放 stand 去那电话。老板，嚟到呢度啦，你我之前开直播系爆单过啦，但系你可以简单介绍下你嘅产品俾我嘅直播嘅粉丝知道啲产品嘅精髓啊，嗰啲历史冇？好啊，可以啊，不如我哋讲马仔啦，讲马仔先啦。OK， 大家睇到噶，而家呢个实其名咧，佢系你睇到表面咧，佢好令身嘅，嗰一层咧就系麦芽啦。咁麦芽嘅实其马咧，佢就虽然佢系甜。但是天然的甜，它不是那些糖的甜，所以工厂式生产的那些就大量的白糖，你看不到它这样 shining shining 的，它这种会令身的，这种就是麦芽实其马。跟着它入面的薄脆呢，它有分一些厚和薄的，厚身的那些就叫脆脆厚，薄的那些就吸收到满满的麦芽。切糕它们满洲话就叫沙痴，是切切糕，就是他们那里就是拿把刀仔，拿把刀来介成一件一件，咁佢哋就叫做沙刺媽，沙刺媽。去到中原嗰度咧，廣東人嗰邊咧，佢哋都係賣緊切糕。切糕，咁佢哋就用佢哋嘅方言嚟講沙刺媽，沙刺媽。咁啊，將呢個名字延成咗今日嘅沙琪媽，或者係沙琪媽。佢就用呢一個同音用中文寫出嚟。哦，佢嘅名嘅來源咧就係咁嘅樣。哇！睇到好吸睛，好想食。要唔試下？啊，好又好。嚟啊！係，可以食噶啦。試下點啊！一陣我哋再試下睇其他有冇人嘅。哎，大家，這個是之前我們開直播爆單的商品，如果有哪位粉絲心動了，還要下單啊，記得關注我們林北商店，聯繫後台下單，敬請期待我們下一場的直播。OK， 來，我們跟大家 say 個拜拜啊，拜。